gifts are so cute. A tree gave me a fruit. Hello, hello, I take you on a trip. Hello, hello, I take you on a trip.推了 BGM 声音还大、啊、下一会儿还有戏啊，死亡细胞、哎、我嗓子不好，我今天一直咳嗽。你怎么突然想玩死亡细胞了？你是因为那天看我直播的时候玩，觉得那游戏特别简单是吗？对，好简单啊，游戏特别有趣，特别简单。游戏是不错，但是那个游戏怎么能赢？哎，我教你六字真言。谢谢安胎豆腐脑的火箭，谢谢接生婆的火箭。接生婆是他吗？我们安神家族的接生婆，我御赐的。可是他用的是别人的头像。哎，啊啊啊！哎，这个教你六字真言啊，你要真想玩这个死亡细胞这个游戏的话，六字真言就是不贪怎么能赢。这游戏就是一从头到尾就是你刚开始这个游戏会误导你，告诉你说你不要贪不要贪不要贪啊，然后你就后期就会畏手畏脚，然后这样，哼，你通过你慢慢玩慢慢玩死了无数次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这游戏原来是贪才能赢的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一会儿玩就知道了，我给你做一个新手小教程。哎呀，我今天真的好难过的。咋了？又咋的了？啊？我就看你刚才看那个《琅琊榜》看哭了。那块剧情的确挺感人的。那些安胎同学的火箭，我看好像十二同学也来了。什么叫 roll with 36D？ roll with 36D， roll with 36D 是什么？谢谢 roll with 36D 的飞机，谢谢 roll 哥的飞机。Scene change， roll 他妈的！怎么了？你刚说你今天难过，怎么了？日常难过。为什么？肯定有原因呢。我感觉我要被黑了。你是当着我的面不好意思说出来吗？怎么感觉你欲言又止？欲言哎，那个成语叫什么呢？欲言又止。我最近嗓子实在是太差了，所以昨天唱歌没唱好。不在我正常的状态下。你昨天还唱歌了呢。我在唱了。唱，我听你这个嗓音，你昨天应该唱了《青藏高原》，唱了五首歌，前面四首都唱的不好，最后一首彻底翻车了。不好意思，多喝点水吧。哎呀，我找个接嗓的播报去。你喊了一会儿可以。哎呀，我这些嗓子真的是。应该在你那屋有吧。嗯，有一个龙角散从日本拿回来，拿那个。对，这些咪咪的飞机。哟，用的是哪个头像？这是
那张头像他们 P 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好到我自以为真的变身成女亚索的样子哈。算了算了，没有就算了吧，好像吃光了。他在给我找那个什么金嗓子。那拿来吧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它是冲剂，不想吃这个。啊，那是冲剂。嗯，啊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因为我之前吃光了，我只确定。背景里面有声。音，有奇怪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我开着背景音乐呢，有额外的声音，啊？还有人说话，啊？哦，我没关斗鱼的主页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。那个大头条上那个，主页的那个推送，最近不是就是直播行业风云变化吗？然后昨天有一个高人就给我指点了，说让我最近不要唱歌。为啥？掉粉。应该没有吧？应该不会，因为我倒是没真正听过你唱歌，应该不会到掉粉那种地步吧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撅着嘴啊？也还好吧。把这个高人打一顿。多不开心。直播，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直播掉粉。为什么会说唱歌掉粉？他说最近直播行业风云变幻，然后呢让我稳住阵脚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说我干嘛了，我没有动啊。他说你就不要唱歌。谢谢小姐姐，等等我的飞机。谢谢小姐姐，等等我的飞机。风云变幻，不易唱歌。哎，其实仔细这么一想，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玩游戏吧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衣服啊，干嘛？干嘛你？为直播呢？好，我没有事，我里边穿着好多。谨言慎行，谢谢橘子很甜的飞机，谢谢橘子的飞机，谢谢橘子很甜的飞机。你真的？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叫做死亡细胞，被称为是几几年的游戏？刚出的游戏，被称为刚出的游戏里面最难的游戏。但是即使这么难，渣哥也已经通关了，他用了20个小时通关，14个小时通关，我打五折好了，我用7个小时通关，好吧。那我就不跟你任何教导了，你要是这样的，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是因为我们两个的直播风格造成一些误解，就是我的直播风格是谦虚，渣哥的直播风格是膨胀，他这个膨胀谦虚吧，真的会造成一些唬人之事，让观众以为哦，渣哥很牛，女流好像是娱乐主播。 No， 他没有打过黑魂，他也没有打过血缘，谁打了黑魂，谁打了血缘，谁一次过古达谁顿反古达一次过五娘，我。所以就是当我们两个玩同一个游戏的时候，就看出谁真的厉害，谁真的不厉害。比如那天玩西的时候，谁厉害？你厉害，太牛逼了。Thank you， 谢谢国舅红狐狸的2架飞机，谢谢国舅的飞机。
野居的飞机，现在国舅的飞机啊。我既然要做一个较量，我就不给你做任何教导了。但这个游戏我一天跟你说还真的挺难的。我今天没洗头，感觉丑丑的。既然丑，就不如丑到底。有一个别样的风味啊，是这毛有点多，像草原上的卡利西。这两根是什么情况？这俩、哎、这俩犄角，这两根是什么？哎，我是最不会扎头的。拿一个卡子把它按住。拿个卡子，我去给你拿去。在哪？厕所有。袖子上有两只大蜘蛛，你看到吗？哎呦，那是蜘蛛吗？不是，不是蜘蛛，马赛克，这是。太吓人了，我极恐惧蜘蛛。恐惧蜘蛛的人都是好人。嗯。我也恐惧蜘蛛。好吧。你可以在我，你要陪我直播吗？下午。我要给你做个新手教程，然后我就溜了。因为你不是说要向咱们两个证明一较高下吗？我要把前期新手教程让你少走一点弯路，好吧？然后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了。太大，听不清我讲话。 Loading assets done. Steam unit getting prepared. Money bud Apple G 588650。 那你为什么会卡住啊？我重新开一下。重新开一下。报错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这游戏多长时间通关？我是14个小时。14个小时，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三点，好吗？给三天的时间，你要通了。啊？我给大家录一下屏，大家应该看不到。我今天下直播是。